Mira， 今天呢，我跟妞，我跟妞妞家他们在一起，我们要去日本玩。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东京车站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游客中心拿一个 JR Pass 周游券，我们要去日本的南东北玩，耶、yeah!！我哋就可以嚟呢一個 Tokyo Center 度咧，拎呢個周遊券，我哋就搭新幹線。咁我哋係有一個外國人專用嘅櫃位嘅。I'm looking for the JR pass。呢個咧係 JR pass， 一個東北地區嘅周遊券啦，任用五日，無限搭落，超正。因為之前 New Bar 佢哋咧都有試過用呢一個 pass， 所以今次嚟東北咧都佢哋話都一定要用呢個 pass。佢呢度仲有一個使用方法，係要必須事先劃位嘅。哇！呢張 pass 任用五日券 ，yeah， 而家 go。買便當，買便當。它因為是新幹線，所以是這個。欸，它全部都超漂亮的。加熱嘅呢邊係，哦。因為日本嘅便當通常佢哋都係冷食嘅，所以如果係中意食熱嘅人咧，就要特登去嗰個五號加熱。可是我覺得那個冷的看起來很可愛。好啊，這個好了。耶、yeah. ！現在竟然有燒賣啊！佢呢邊仲有刺身類噶，哇！呢、這個好正好正，哇！長腳蟹，好要埋你。呢個咧就係我嘅指定位。哦，好酷哎！那這樣子我們四個人就可以面對面，哎、欸，很棒。好，我們現在坐上了新幹線，然後我們要坐兩個半小時，所以我們就享用我們的便當啦。好，呢、這個咧係凍嘅便當。呢、这個咧係熱嘅便當。我一路以為咧熱便當咧係要去微波爐叮啦，點知原來咧係呢一條黃色嘅線咁樣掹。哇！真係大，它加得很快。哎，它的煙，它的煙。它膨脹起來。好香。咁樣係辣手喎，而家。然後咧，同大家分享下咧，點解日本人會有食凍便當嘅習慣？因為佢哋通常整便當咧，佢哋都唔會即刻食啊嘛，咁所以咧，佢哋都會攤凍啦。咁自此之後，佢哋就會形成咗呢個食凍便當嘅文化啦。因為佢哋成日食凍便當嘅關係，所以佢哋咧係會特登整一啲咧凍食都好味嘅便當。山形站啊，搭咗两个钟车，瞓到好开心。然之后我们现在要去租车，我哋嚟呢个 Toyota 租车自驾游。咁啊，因为咧我哋有呢个 JR Pass 嘛，所以咧我哋租 Toyota 咧系可以有九折噶。不过咧，听讲 JR 里面都可以租车咁，但我哋今次就拣呢个 Toyota 嘅自驾游。啊，我就好想揸车咯，但系好遗憾，我唔记得拎国际牌啊，出发之前。如果我就可以挑戰喺日本自駕遊，有啲可惜。準備齊全的妞吧，我們有護照，台灣駕照，好，交給你了。租車的人可以免費。你要喝什麼？巧克力。哦，佢已經喺度進行緊啦。哇塞！哇，好新鮮嘅朱古力，哇！我刚刚顾着喝饮料，顾着喝饮料。大家记得租车的时候一定要咁样行一个 round check 好架车冇问题先上车，如果唔系咧有啲咩问题就要自己赔，咁样就好唔抵啊。好，来。不是啦，你是我了，你是后面的。耶、yeah, ，来，上去。去后面。拜拜。我哋今日嘅行程咧，就系呢一个狐狸。
保護你啊！仲有呢個係冚住下面。接狗仔啊！他好可爱哦，救命啊！嗨，你是几岁？哇，原来他有上过节目噶，北极狐啊，佢就系。我觉得小只的就是好奇心比较重，对，他就是一直很好奇我们在干嘛。呢度有一个自由放牧区啦，咁我哋咧就可以入去啦，然之后但系问题系咧，仲有群啊今日，应该冇问题嘅。店员特别提醒我哋就系话唔好跑，跟住亦都要小心小朋友，因为狐狸特别中意小朋友。哇，它尿尿哎！哇，尿尿像狗狗一样的方式哎，真的哎，它好像狗，它走的感觉都很像狗。不敢看到太近，好像有点紧张。哇哇，它咬，它咬我！啊，不能往后退，不能往后退，不能。对。哎，我不能，我不能退。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ですか？走，不能往前走，直接往前走，对，往前走就。吓死！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想到他们喜欢我的鞋子，你懂吗？好，可是这是最后，我就是一直用走的，所以就是没有狐狸再过来我这边，我真的吓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想说，它嘴巴很靠近我的腿，因为我穿裙子，所以我会有点更害怕。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今晚住的地方，有了浸温泉，到了酒店了。啊，这里好舒服哦，这里都 room tour 的时间，首先进来就是一个鞋柜，然后这边呢，日本的厕所果然很喜欢这样干湿分离，洗手盆和冲凉房啊，就到了这里了。哇，好舒服啊，而且比大家看到镜啊，非常之满意这个镜，望到一片山，跟住咁样望出去，环境好舒服。跟住呢一边咧，就是放被铺，通常日式都是咁样榻榻米噶。啊，然之后咧，阵间去食饭，跟住今晚浸温泉就可以瞓觉咯。啊，好中意日本嘅呢啲咁惬意嘅行程。去日本旅行咧，系真系好 relax 嘅，因为佢哋有呢个浸温泉嘅文化，跟住可以等你一日里面累积嘅疲劳咧都尽消。好，然后而家换咗浴衣去食饭，但我唔识绑呢条带，就谂住寻求 New 妈嘅帮助。我哋系咁样咧，包咗一个包箱啦，咁然之后咧，每人都有个 set 之余，仲有 buffet 喎，即系佢有呢啲拌菜可以任夹咯。嗯。A5 的和牛，它好肥哦！哇！什么？菜啊！菜自己啊！嗯。色拉旁边的木。好肥哦！也有多啊！那比他的虾虾是什么？怕我哋唔饱咧，最后会有饭。跟住呢个系 action， 呢个汤，我以为是那个味噌，不是哎。好开心的这个晚餐，好好吃。耶，我们要去兜风，因为今天天气超好，有没有看到这个蓝天？出发！兜风去了，我们来兜风，妞妞，对，天哪，好红啊！
我哋呢个 Echo Line 嘅兜风行程，跟住上到嚟山顶啦。天气好嘅，我就会见到呢一片咁靓嘅云海。系啊，再一次好震撼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走大概十分钟去看一个湖吗？对。呢个景啊，靓到！我们竟然来到火山顶，可是它现在这么平静，跟它爆发的时候那个样子，真的无法想象。但系咧系行呢啲石路，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着波鞋嚟。然后如果大家有感觉到它的异变的话，赶快去避难。很怕现在。哇塞！哇，那个不像话的美哎。我哋而家咧喺呢一个Echo Line 呢个兜风旅程嘅呢条路嘅最尾端嘅部分咧，就系呢一个啦。好啦，我哋呢一个 Echo Line 嘅呢个兜风公路嘅最笃笃咧就系呢个鸟居。我觉得佢因为够大啦，跟住同埋因为其实呢度冇乜车嘅，咁所以咧影相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。我哋要食饭啦！我哋今日咧要食荞麦面，然之后佢呢边系个山子站，因为好方便。咁好多人喺度搭完火车一出站咧，肚饿咧就可以过来吃饭。我很饿，我突然很饿了。我哋喺嗰个鸟居度咧，再揸一个中车过嚟就到咗。呢度叫做山营啦。然之后咧话咧山营呢边咧，跟住佢哋特产系一个叫做珊瑚嘅物体咧，我系冇食过，佢哋话系必嗌，所以就咬咗。然之后咧附近几间餐厅都冇嘅，就话一间系手打100%手打荞麦面。如果好中意食荞麦面嘅朋友咧，要嚟呢度试。但系我想食咖喱，所以我应该会食呢一个。甜品区原来全部都系用荞麦去整，好特别啊！我会嗌呢一个，系荞麦整嘅汤圆嘅红豆汤。呢个平时佢会配埋一个荞麦面嘅，但系我哋就单嗌咗。诶，原来你们三个都是纯荞麦，只有我一个人吃乌冬。好，回去。他们刚刚一致评价都是非常好，好试一下。不一样啊，跟一般的。一般吃起来还有一点米粉粉。因为其实我蛮不喜欢吃荞麦面，是因为它太粉。平常吃起来它完全不会。其实我这碗就是乌龙嘛，然后差别没有很大，我觉得。很特别。我想讲咧，佢呢度乌冬咧都系好幼一条。我觉得日本的红豆的东西都做得蛮好吃。荞麦做的汤圆。都系好烟韧噶。好啦，头先咧荞麦面嗰餐食到咁饱，原因咧就因为我哋而家要去行山啦。日本好多行程咧都系要行山，点解？因为咧其实咧通常日本有好多神社或者寺庙都系山上面嘅，咁所以如果咧想去参拜嘅话咧，就一定要行山。行山嘅过程有好多嘢睇嘅。視乎大家中唔中意行山嘅呢一個活動啦。好，我們現在在這個入口，聽說要走一小時，對不對？哇，可是都是樓梯，我覺得總比那種離地那種山路好，然後。至少今天天气又不错，舒服。终于啊啊！抽一个，而家要玩呢个系水签。我的运气会是怎样呢？哎，我要拍吗？急！哎，比你们差哎，一个比一个差，我们。今晚我哋嘅住宿又系可以浸温泉嘅地方。
所以这边就是吃饭的地方，有点高级的感觉。我们去一个包厢度食饭，而家哦到了。干杯！那是果汁，对不对？不要。没什么味道，我觉得对，蛮清爽的。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本人哎。旧一路都唔太敢食海胆，我今日嚟挑战下先。哇，好肥啊！哎，为什么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？新鲜的完全不一样。它甜的，它没有臭。我觉得我以后会喜欢上吃海胆哎。这个味道好。而家咧去浸温泉先。但因為我們經過溫泉旅館的許可才會進入拍攝，所以大家是千萬不要自己靜靜雞那件事寫著有禁止拍攝的。其實不算大，但你來旅行走了那麼多路，跟著又成人很累，你浸落水裡真的會很舒服的。但其實我來 period， 所以我就可以浸腳，好舒服啊！鹅卵的汤。而家我哋去紧一个露天风吕，但因为露天所以有啲冻。哇，好远啊！哇塞！哇，很棒哎！浸一定超爽，好大！呢度有个特别嘅地方，就系因为咧，呢个露天风系得一个啦，所以咧男女汤咧系会咁样卡啦卡啦咁样隔日去转嘅，所以今日譬如系今日女汤啦，听日就男汤，跟住后日就女汤咁样。浸完之后嘅气息又好咗，其实浸温泉咧系对身体有益噶。快瞓觉。早安，今天就是仙台的最后一天。在温泉旅馆隔离就有一个超市的东西，因为这里、有些出名的甜品很好吃，所以现在就要过来买。先买这个不得，这个不是重点。我很喜欢吃这些旺旺雪饼的 friend。话说我好像是第一次行日本的超市，看有什么味先。是暖的耶，我以为是冰的。花生，然后这个是红豆，全部都是纯手工，是不可任何人工添加成分。听说最高话一日里面可以卖1200个，所以现在想着跟他们想着每个味都买入去试一下。还要是要即日吃咯。哇，他们在那里抢购中，好夸张，逼不到过。现在我们本来说 只买这个 oyaki， 但是买了一堆玉米也有哎，好开心哦！试下呢个 oyaki， 我以为本身佢好似系 mochi 咁样，系即系一嚿咯，但系佢系一粒嘅饭噶。它是糯米瓜要变成那个马吉的中间的，黏黏 QQ 有饭粒。比我想象中的好吃，因为我通常以为日本的甜点都是超甜，然后这个就是你其实不太用饮料也可以。因为我们的饭又没有喝，我要吃红豆的。它不是整个包着，它只是上面盖着。红豆是我最爱的。你按下去再跟我讲。那我现在来。但我觉得粉的好吃的。红豆我觉得如果是糯米包住红豆好吃，而是红豆包糯米。红豆太多，
它好像是当地他们在秋天，它是春分和秋分的时候，好像还有分季节。当地的习惯好像大家会在春天和秋天吃。你们觉得芝麻最好吃吗？嗯，到第一名。芝麻好吃哦，因为它咸咸的。哦，对。它有点像那个黑芝麻汤圆的那种感觉。哎，那我觉得芝麻第一，黄豆第二，红豆是最后。咁咧，离开温泉旅馆啦，跟住揸咗大概个零钟车嚟到呢个地方叫做福岛啦。跟住咧，话呢间照正咧就系福岛美食圆盘饺子嘅原祖名店，所以我哋而家就要。嚟食，而家等佢开门，咁十一点半先开门。哦，福岛市有呢一个饺子之都嘅之称，所以嚟到福岛咧，系一定要食饺子。来喽！哇！正啊！咁样去拌佢，好笑。多邪恶！我要来食呢一个圆盘饺子啦，好脆啊！佢表皮。佢里面嘅馅，我准备拿你那个拿鱼。佢哋好多因为朋友哋食饺子嘅话咧，会就咁食当主菜，即系可能就咁食饺子就饱。但系咧，系日本系会配饭得意嘅，即系佢哋会当饺子一个餸啦，跟住一定会配个饭。但系我哋个饭咧就嗌咗山鸡蛋拌饭。是不是很兴奋啊？我很欢乐的感觉，进来之后想要度假的感觉。我们还有排表演戏。温泉嘅超级大型啦，跟住有好多呢啲滑水梯，跟住好多个呢啲大池话，系有五座温泉嘅乐园同埋四间酒店嘅，所以系真系可以好多人过嚟玩都唔觉得逼嘅。之前咧仲喺度咧被拍过电影咯，所以而家喺度系一个非常之知名嘅景点嚟嘅。喺嗰度，妞妞同埋妞妈。我就说吧。玩完之后咧，我要饮呢一个牛油果菠萝，佢写住美容液啊。果然两个好吃东西加起来就是好吃。